者庄世贤台北报道，农历春节即将倒数，饭店因应春节推出各式美食享宴业。台北寒舍爱美酒店的探索厨房于2月15日除夕当晚推出每人3280元 10% 的围炉享宴业。美味佳肴有包含波士顿龙虾佐 XO 酱鱼、九口鲍鱼仁三鸡汤等海鲜拼盘、脆皮乳猪、黄金烧鸭、甜虾、咖啡锦饭、鳗鱼手卷、鳕鱼干作物等丰盛佳肴，让除夕围炉也美味满满。另外，探索厨房于2月16日初一至2月20日初五新春年节推出午晚餐每位2080元 10% 自助享宴业，以多国美馆陪伴大家欢度春节。备受饕客喜爱的中餐厅寒舍食谱于2月15日除夕当晚推出迎春团圆盛宴，十人份桌席48000元 10%，包括有港服御品佛跳墙、古法三元尺至蒸龙虾、云腿豪黄餐后南非极品鲍、澎湖酸菜前脊龙虎斑、瑶柱花菇、鱼胶长年菜等应景佳肴。在2月16日初一至2月20日初五春节期间，寒舍食谱也推出每桌32800元 10% 的十人份桌席，另外也推出品项丰富的特别单点菜单。寒舍爱丽酒店五楼宴会厅于15/2除夕夜当晚推出金玉满福迎灿春除夕围炉享宴，中式桌席26888元 10% 每桌十位，主厨一台菜底蕴融合粤式料理工艺，献上美味的围炉宴，品尝满桌佳肴之外，当晚还安排祥狮献瑞、战鼓雄风、喜迎财神、互动魔术表演等，以及新春抽大奖，奖项包含有寒舍爱丽酒店住宿券、餐券、惊喜福袋等众多奖品。也因小家庭需求，寒舍爱丽酒店六楼老八 Salad 意式餐厅25除夕至20/2初五亦推出新式年节盛宴，除夕夜当晚推出全自助式佳肴，每位3000元 10%。餐台上有无限量供应的帝王蟹、现切美国和牛肋眼牛排、花蟹、蟹肉、龙虾汤等海陆佳肴。另外，还为每位宾客献上斑获波士顿龙虾。初一至初五午晚餐则为半自助形式，宾客可以喜好选取主餐菜色。每位1580元起10%，初二供应特殊菜单，每位1880元起10%，并同步享用多道意式冷热开胃菜、各式鲜甜海味、手工甜点等佳肴。寒舍爱丽酒店宴会厅于除夕夜当晚推出金玉满福迎灿春除夕围炉享宴。寒舍爱丽酒店提供台北寒舍爱美酒店在除夕至初五期间推出各式新春享宴，陪大家欢度佳节。台北寒舍爱美酒店提供。